有句传言这么说，在大二的圣诞节之前，如果没有交到女朋友，那大学毕业之前就没有机会了。虽然我不是很在意啦，今年的圣诞节真的好冷啊，好希望也可以有人找我去做点什么事情。KK， 我要做姜饼屋，来帮我。拜托。做姜饼屋喽。看我也不知道哪。这样才有那个厨师的架势啊！这样是不是跟你刚才这样感觉就不一样了？有没有？好，大的饼干哦，哦，那平常也要什么？可以啊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哎，他这个墙壁开始崩了，这个是。海沙屋，好了吗？有大概了解怎么搭了吗？有方向，所以可以开始粘了。这个东西到底是糖霜还是胶？蛋白霜，你可以吃，嘉明的味道，有没有嘉明的味道？都是很甜的粘那个东西，直接超了，这应该够吗？你要留一点空位给他，不要啊，留一点位置出来啊。你留啊，这样子不是吗？那再留一点。不够平啊，没关系，扶着让它硬就好了，对啊，让它硬就好。哇，快吹它，等它硬。是这样吗？不就要扶很久？我帮你做干啊，你不粘专业吗？其实我根本就没做过姜饼的吧。硬墙壁的边缘跟它的要粘，等一下再补吧。这个密合度怎么粘？这个密合度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一直在补墙，我觉得对健身不行。这两边可以不用扶嘞。哎，对啊，他站起来了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哎呦，不行哎，一边靠一边听。可以什么？还不错啊。可以。哎，动不够，这边太大，这边要再出来，要出来。它就是会干燥，如果太厚，它如果里面没干，不就里面有一滴耶？什么一滴？里面有一滴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可能想把那个墙打碎钻出来，所以裂掉就。看起来很可爱，可是故事还蛮暴力的。哎呦 ，magic， 站起来嘞！哇，这边没对到，没对到，有啦，这是同一边，下面根本就碰不到。我要赶上去看那个维持几秒，定的。哎，有模有样的。对啊，装饰起来还是蛮恶心。上面的洞怎么越来越大、啊？再撑个几秒。地洞怎么那么多屎啊？哎、欸，这棉花糖好可爱、啊。哇，血、啊、人也跌倒了。不，这只是灵魂。
那悬在门旁边这个是。那现在我们这个姜饼屋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一个场景，好不好？哦，不，哇！再见，姜饼屋啊！夷为平地了，怎么办？哇，结束了。汉堡大地震，经过了12天，我们还是不间断的寻找着我们的生还者。对，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，我们还是要对得起他们的家属。他们家属一直站在那边等待，在这里等待着他的家人。真的，我都还没有吃到那个熊的。哦，我们终于找到他了，家属。不是糖果啦，不是糖果啊，是这个圣诞老公公，爷爷。